觉得这个复古的概念应该是对自己的生活，对自己的这个身边的事物很感兴趣的一种状态，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去买一些这个工业的现成品。飞哥他其实是一个团队，也是一个公司。其实我觉得是想让现在整个的就是中国这些年轻人，他们有一个所谓的一种生活习惯，间接的去让那些比较喜欢这个文化的人，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平台。从父母这条道路上走的话，可以找到自己年小的时候一些梦想，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具备这些的实力，但现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成这些东西，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价值一种满足。这些有历史，都是它是特别有质感。因为现在的快消时代，让我们感觉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产品、每一个东西，会有一些感觉很廉价。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值得去停下来自己好好思考一下。酷其实应该是一种生活的腔调，把自己最想要的一些东西给大家看到，而不是有一些虚伪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比较酷的一个人。我不酷，但是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儿特别酷。我分享一件我身上比较值得推荐的吧，就是这件 Bubble， 它是一个60年代的，因为现在所有的 Bubble 它的这个格子下面是没有的。那这个是一个三个黄金名标的一个牌子，因为羽毛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牌子。我今天戴的身上是一块黑色黑面的迪通拿，是当年 Paul Newman 影片里面的一块手表，最后是在台湾找到的。我正在规划的活动比较大型的，就是在5月2号和3号，所有人来这边肯定会带来自己会有感兴趣喜欢的东西。